段花布的节拍。一点退点进点退点换位点换回点换位点基本步绕回原位。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再示范一次。好，右腰，一点二点三点四点换位点换回点换位点基本绕点回原位。第二段花布的分解动作，五瓣相对牵双手，这时候最好是男生的虎口打开。好，但女生进点的时候呢，右腰靠进点，好，退一下，那女生退点，换左腰靠进点，再推后点。接下来带女生手下右转，同时两个人换位，右转点。好，回来的时候呢，男生的右手从女生的头上挥过去，男生左后转，男生转，女生不转，换回来，一二点，再带女生手下左转换位，一二点，牵双手。接下来我们做两个基本步，互绕半圈回原位，一二点，一二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再示范一次。五瓣相对，虎口相牵。好，拉女生靠右腰进点，好，后退退点，换左腰进点退点，带女生手下右转，两个人换位，一二点。好，接着男生的右手从女生的头上过去，左自转，然后女生再回到原位，踏二点。好，我们再带女生手下左转换位，一二点，牵双手，基本步两次绕半圈回来，一二点，一二点。